个看，哎，这很有隐藏的。我一开始还不知道的时候，想说看我哥画展，哎，他是画什么样的一个主题？我没有想到是跟文字有关系。你看看哦，看我哥的这个展里面有做文字拆解的，有哪几张？哎，在这一个。刚刚我挑了一个一张是在没有展出的，结果我刚刚发现你发现了这一张，有这张你没有展出来。你看这句话，成为唯一是我在画这个时候呢，心里面想的是，是很多人其实没有把握他要不要做跟别人不同的事情，所以如果这张你能够成为他的主人，我会觉得非常荣幸，因为其实你就是唯一。谢谢。没有，因为我好胜心本身比较强。我刚一看到这个就觉得，这个很正面，很正面。谢谢你。这个一进门口的粉色啊，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是我觉得狗狗呢，我们真的可以对他们付出所有的爱，他们也会回应所有的爱。我觉得那个是世界上很少见的美好的爱情关系。艺术家的创作跟这个在观赏者的那个，你说的心境是不一样的。是。对我来说，它是一种幽默感，因为画家未必应该要解释自己的作品，就对，就像你的音乐出去了，你其实也不想解释，你就让他们大家自己去体会。但是我这个比较龟毛，是有时候我去国外哈，我去找画家，就是想要他解释，就一定要解释给你。跟这画家来个下午茶，目的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个画？今天来这个展览，我就已经觉得备受肯定，然后。他愿意让这些画进入他的收藏当中，也是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。靠着杰伦这么好的朋友的支撑呢，我会相信呢，其他来看展的人会各自找他们特别有感觉的作品。杰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康哥，谢谢康哥。